我刚才被人鱼绑架。人鱼是哪位？就是那种长头发、身材很好的那种半人半鱼的美人鱼，明白吗？不是左和右，是上和下。 看看这个不好吧？哎呀哎呀，先生放开放开！先生，我数到三，一二三，我要你放口！对不起，我真的没见过这么大的八爪鱼，我很兴奋。